行倒数最后一天，今天呢，他们依然是一步一脚印的呢，沿着这个路线呢，一路呢要走到晚上六点的音乐会。可以看一下他的脚呢，其实呢有点小小的一跛一跛，因为他途中呢，其实呢旧疾又复发了，中途呢去就是又重新包扎了一次，才又重新的回到队伍。那回到队伍中呢，一路走来呢，有非常非常多的支持者，有人呢还特地提前呢往前呢来等他，来拿那个补给饮品给他，非常的贴心。另外呢，还有一对母子的妈妈呢，坚持呢一定要跟着陈柏伟来走这个百事苦心。不过因为呢体力呢比较不支，所以就是由开车来代替。那当时呢，妈妈看到那个委员呢，也是非常的激动，一起来听听稍早现场的情况。我可以跟着你吗？因为我妈妈非常的支持你，所以她说一定要来跟着你，所以我们打算跟着你们走。好，我们先到反阳宫，先到反阳宫等。她跟我说，你可不可以吵起来？她一定要来这里等你。我说好，我尽力。每一个互动都是感动啊，包含来参与的民众，包含在家门口迎接的，在路口迎接的，送一些饮料点心都是感动，每一个人与人的互动都是感动。陈柏伟呢还是非常认真慢慢的走，但是呢他怕担心走不好，因为本来呢预计六点呢就要来到这个音乐会来迎接呢广大的支持者，但现在呢他们还是赶快的那个加紧赶路，要来赶快来抵达，毕竟百事苦行的倒数最后了，每个人都马不停蹄的要来抵达这个最终的会场。以上现场最新情况，先将时间镜头交还棚内。